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196页，大家都很熟了，不过呢增加信心好不好啊？增加信心还不够，念这边：东愿众生，我为众生受八关斋戒，功德回向众生，同享功德。那安尼就变菩提心了啊！不要只想到自己的好家才来修改、啊、你越为众生，那么功德越大，那些同大的功德，各位是为了什么来修改？幸福啦、啊、你既然要为众生，你没幸福，不要为众生，你走路就跌倒。所以为众生是慈悲心的根本，那我这个慈悲心的根本，那就一定要幸福。你若无幸福，那么就叫众生气死啊！啊，无得多伊。那为着要幸福，阿人都要有空性。那么空性就是对万法的了解，彻底的了解是平等的。不然平等，万法拢是因缘所生起。所以呢，离开众生，离开世界，任何一法咱拢无得单独存在。要对一切众生、一切世界，都有这种的平等的感恩心，希望伊拢幸福啊！众生啊幸福，啊，咱叫幸福的意义，然后发起这样的动机，那么大家来受戒，所以大家一起念八关斋戒的功德，好唔？念国语啊，台语，这是高雄呢。湛江法师来念台语，大家对念。修持八关斋戒，可得无边的殊胜功德。根据《诸经》记载，可归纳如下七项：一、罪障消除，由薄色戒经八戒在品说，善男子，六灵如是清净归依，修八戒者，除五逆罪。乃至以一切罪戒色消灭，离万里恶处，
是先改经说，初次不改受灾功德，不对地狱，不对饿鬼，不对畜生，不对阿修罗，上升林中，正见出家，得涅槃道，六生天上，行成梵天，得佛出世，清转法轮，故处八界，又称八种圣法。三福报由何？由不以对色徛经说。六日斋戒，譬如海水，不可河流。既有斋戒，一日一夜戒，几乎不可计。数来世尊贵，普达王经说，欲知王普达者，本是神王时得戒消离，随神王在戒一日，奉行正法，清净修意，不犯诸恶，其后过世，焚心反省，为王作主，今地尊贵，皆由修行在戒所得。我得上何心？经上说，有一天路，公言为上，以重超逸，诸天更易，成虚有心，识体幻音梦智，识罪何业，获得初步，天路得言，识以假下佛，受持八戒斋，经得成天，获断正报。六得无上乐，又报识戒经说，凡是在力，识断诸恶，发乐自施。六年如是清净受持八戒斋戒，十年积得无量果报，至无上乐。七所求如愿，正一无限经，各同品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八关斋戒，欲求生速天王天，亦获初愿，此界之人所愿者得，乃至欲求助声闻、缘觉、佛性者，悉成其愿。修持八关斋戒，虽尽一日一夜，如能修持清净，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有其灵灵在家信众，发下出世的正因，将来获得解脱，免于生死轮回。因此，人人皆应发心求修，以及早日进出菩萨道。还未熟，请听个214呀。那么每一条戒，拢叫做别解脱戒，每一条戒拢有伊个无共款的功德。那么，所以持戒人绝对袂对了什么多，不但呢，即世人、后世人，阁得到真大的果报。咱阁念一遍来，持戒的殊胜利益：一、受持八戒的个别好处；一、舍离杀生，此生和未来世长寿，没有疾病，相貌庄严；二、舍离偷盗，此生和未来世受用圆满，旁人亦不会侵犯你的财富；三、舍离淫欲，此生和未来世相貌庄严，肤色柔美，五官端正俱全；四、舍离妄语，此生和未来世受人尊敬，不受人欺骗；五、舍离酒及毒品，包括烟、迷幻药、何时羞耻心减少的物品，此生和未来世有清醒的头脑，五官灵敏，智慧圆满；六、舍离坐卧高广床座，此生和未来世会得到他人的赞美和敬仰；七、舍离非时时，
此生和未来世有好的收获，食物和饮料的获得不会发生困难。八、舍离香花蔓庄严及歌舞，此生和未来世有自然的香气，有好的肤色及相貌庄严。若舍离歌舞，则这一生和未来世身心皆能调伏，言语如法音。念这边，东观众心，得八观斋戒，种种殊胜功德，往阿訇。封面各十二条念这边，阿南特别来十供养啊，十供养的菩萨准备一下哦。受持八观斋戒的殊胜功德：一、脱离病苦；二、消灭罪障；三、免除横祸；四、远离恶趣；五、福报优厚；六、成就迅速；七、来世尊贵；八、得生天上；九、往生助缘；十、临终欢乐；十一、得向好身；十二、成佛道缘。所以呢，各位好好啊，持八观斋，永远要对着地家轨道、畜生道，同照二十小劫，来世健康，一世人健康，长寿好业，外表水，声音好听，出身高贵，乃至呢一切满贯。不但呢，那么够发到上好庄严，乃至呢够发到往生十方净土，特别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同照中品中心，咱今日个持五戒是善业哦，有法度中品上心，大家用菩提心来持戒，就法度上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咱今日大家持八观斋的功德，以大悲心回向世界众生拢成佛，咱家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安尼好不？安尼拢去啊！啊，拢去啊！拢总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世间的代志就卖计较，好唔好啊？随缘随缘呐，钱要摕摕摕去，哦，厝要修修修去，啊，双击骨在力安尼呐，啊，然后呢，那些极乐世界跟回向，将来信愿登来高雄多因啊，那么一日一夜就发到很圆满，所以那么各位要把握时间啊，人生难得啊。有法度做人，啊，有法度听闻佛法，咱都爱打拼修行精进啊。那么这个精进不是讲逐天来乞丐，卖生气好唔好？卖骂人好唔好？骂人就跋倒好唔好？啊，来讲好呢，你爱真正好好好，我相当恶量啊。啊，所以人就爱练习，想到不管在个，你要一直练习啊。咱普通时啊，修急性的人啊，起码较慢呢。啊，修慢性的人较紧的，然后呢，一个月啊，定定训练六天、十天，练习好惯性，然后咱慢慢慢慢就变了啊，一世人就变了，变到逐天拢变了呢。所以，讲话方式要改变，辛苦的行为要改变，心态要改变，待人处事要改变。所以，修行是一种的改变，而且是改好的艺术。那今天八观斋戒重点呢？过来断除男女的淫欲啊，卖有男女的爱染淫欲啊。阿婆是一个助缘，但是不是一种互相执着啦啊。你若执着，你就足艰苦，足艰苦啊。所以呢，嘛不是一种的依赖。你若依赖，哇，靠山山倒，靠水水走去呢。所以袂再去依赖执着啊。不过呢，是一个助缘安尼而已。但是咱的内心呢，依赖三宝念佛啊，打拼帮助众生，家己安住伫个无我、无依赖、平等的空性。所以，大家练习这种的生活，所以咱今日以这种的无上菩提心，大家来受八观斋戒。安尼高阳的好呗，拢是因为你受戒才变好啦。所以洪太的礼拜呗，呗，迄拢是你的功劳。啊，所以人有法度影响世界无？大家拢有法度
啊，所以希望交通莫有车祸，啊，咱就讲话较温柔的，较好听的，特别车祸啊。啊，希望身躯袂破病，啊，咱就莫生气，啊，莫操烦。虽然过来做善事，所以咱的心就影响咱的肉体，咱的心就影响咱厝的人。我都影响祖先无，啊，祖先嘛超多。啊，咱安怎祖先就安怎啦，咱安怎子孙就安怎啦。所以咱安怎世界就变安怎，所以这佛教这句话同要紧啊！来，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有法度成佛乃至落地觉，拢是咱的心所创造的啊！所以咱的心引导咱的语言跟行为，有法度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咱好啊，都在起不管在界，完成这组的化界呗！哎呀，过几句讲啊，他们要纪念九二一大地震，咱今日好好祈祷，希望这个世界水灾、地动、种种的啊风台所死亡的拢赶紧超度，好唔好啊？咱今日个回向三足台风啊，希望它化为凉风啊。所以这个世间不管迄代志安怎办，卖欢乐，好好祈祷，念佛回向，安尼都好，这叫做福患。啊，绝对师父啊！我饲八关仔，我囝那个唔听话，你无咧饲街，你咧念囝。饲八关仔，哪有咧念迄呢？你著好好念佛，念佛念经，好好饲街，回向好伊，伊就好啊！安尼啊，这叫做佛法。干那袂烦恼，世间愈艰苦，咱就愈精进安尼。所以子孙愈艰苦，啊，咱就愈精进。所以世间的艰苦，互咱更加拍拼清净，安尼就对了。唔通落入去烦恼内底，好唔好啊？卖烦恼啊！恁今日食毒，安尼好，我好啊，饲鸡，过来降水，水有法度消毒啊，对不对？啊，今日爱食薰，无要紧，你食薰，我做烟供，甲你拼，回向给你啊！你都别食薰，都别食毒，那这个就是佛法啊！佛法是你不是要去改变对方，你改变对方，你会很烦恼执着啦。佛法是因为对方的不圆满，成为我们圆满精进的力量，安尼都好啊。哦，迄、那个所在就歹个，啊，咱就该垦灰、砍薄啊，这所在就水啊，安尼啦。啊，无这要贴条条，迄多啊拢未看。哎，人生了歹看，啊，无穿真啊红个蛮好看。啊，所以你就该庄严就好啊。所以黑暗的所在，你就该点灯，安尼都好啊。所以后边即句也有引导，有水无？有一面来啊，食供养啊，所以咱来为众生、为高雄，希望世界拢无风灾啊，无战争、无冲突啊。那合伙的人爱好家己干哪？各位花呐，拍开有水无？我看各位拢咁样吊起来的水，因为你无咧想这啊，你都无咧想这，你都安尼。啊，师父，我破病啊，安尼，我腰酸啊，安尼啦，规工干那想黑，人个花遐水，你根本吊起啊，啊，所以你的心就爱，你虽然咱的肉体是咧变化，不管好也善，但咱的心足光彩，是安怎？因为心咧利益众生啊，咧供养三宝啊，对不对？咧思维无我空性啊，哦，所以心干那虚空安尼光大。接受一切啊，信心跟他日头安尼赶快，所以呢，哦，慈悲心跟他大海赶快，你要和自己的心态一起补起来呢，补起来呢，啊，卖去有境界转去，卖去有境界拍倒，安尼啦，啊，你今日来参加八关斋，等于厝诶，安怎回收住了，收了，按个休息的来对，安怎你别讲，正好超度。啊，一箱就解决，较早起免多慢慢啊拖，直接去极乐世界，啊无伊也无咧合分啦，对不对？啊，因为你咧乞丐回向回，就算伊休息拢袂听，怎困起安尼啦？啊，迄是伊的业，但是他提早消业了啦。所以你一定爱将你的心一定按思维的佛法。我既然咧想不管在两面都分，发生歹的代志，迄就是消当业，对不对？一定安尼。然后呢，伊往生一定超多。你有这个信心，啊，一定超多。结果伊就拄阿要升天啊，都靠安啊，还个走转来，个叫会休息啊呢。无猜拄阿未听，你个叫转来听。
啊，因为你用世俗话还在听，了解不？啊，你迄个时阵，你的行为是极乐世界，哈，你清凉甘露，哇，就凉哇，极乐世界安尼，伊嘛袂怨叹，你嘛袂怨叹，什么意思？因为你的心转，你的对立转。啊，你的心咧烦恼艰苦，啊，颠倒来扭扭乱，会都要艰苦。所以你边问讲，啊，你的祖先伫个什么所在？你心态安怎？祖先伫个什么所在？啊，这点一定爱记，一定爱记。啊，所以啊，咱过去有堕胎囡啊，啊，你即马想到啊，哦，我见效无唔对，啊，我积极，那么做功德，我要希望大家拢卖堕胎，我嘛希望拢甲因超度。啊，你个囡仔讲，哦，老母，我足光荣安尼。不用做你怕直接升天、啊、因为你的心态变成一种积极化烦恼为菩提，对不对、啊、虽然我们大家都有作业，我们过去都有作业，但这个业变成我们的精进，我们的努力、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丢感情，丢感情，哇，希望众生的感情都好，我替你念佛，不但我要听你们大家都超度、啊、都好去、啊、不但呢你都不听，而且还有帮助别人，所以吃毒的人戒毒以后，别人看到别人吃毒，啊，这懒散的懒散的，我现在都戒好，你没看、啊、所以丢感情的人因为吃菜念好的、啊、这些小事情小事情，你今天对我沾菜对我念好，你念你就没感情、啊、因为你有那个经验，别、啊、人看到你、啊、真的好，哎，好也 好，因为我好起来、啊、所以医生也在旁边打婆婆说这样好了，我免上班了、啊啊，所以因为呢，佛陀比世间人性更高嘛，所以各位简单的就是讲，这个法你要入心，你要入心啊，这个法若无入心呢，有当时就跟他出家人，穿出家衫，安尼看起来无像出家人，讲话也无像出家人，做代志无像出家人，安尼啦，啊，这事实有这种代志，那这点就是无入心嘛，所以各位呢，法要入心。啊，咱就忽然的讲，这是伊真正是呢，这消业障，这是一个慈悲的助缘，你卖烦恼，好唔好？啊，所以咱咧问的是变哪好啊？有处理心，有代悲心，唔是干那解决我即爿咧听唔听？你要听唔听？你呐很认真的去修行，就袂听安尼啦。不但这个听，佮变成你精进的力量，因为呐无靠咱就袂精进，无靠咱就无慈悲心，无靠咱就袂幸福，哎。所以各位呢，这点学会晓，好唔好啊？学会晓，这下你就超度啊！做了你来去帮助别人嘛，学会晓，学会晓。啊，不然大家拢咧拍拼赚钱咧，烦恼无钱，拍拼运动咧，烦恼破病，结果嘛拢走去病一倒。啊，因为伊用一个烦恼的心咧运动来好，对不对？啊，所以各位爱有一个超越的心态，我咧运动会使。我希望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啊、我身体较勇，我来代替破病嘛，无要紧，我过会运动的、啊、你就一直转化自己的心态。好，请现加五十页，有闻到迄香味啊无啊？海涛法师特制的，我家己掺的呢，家己煮的菜啊。意思是我掺足侪好油啊呢，哦，安尼，哇、哦，安尼片都好起无？哦，安尼都好啊。啊！你唔免药啊吃咯，你药啊补死哦，别人你都唔免吃药，咁简单。你哋嚟踢踢踢拢无效，煮书吃药啊无效，煮逼补死，嘿，煞免吃药啊！啊，趁钱唔是努力来，是有迄个福报卡那毛钱。啊，你定来去补死补死，你自然我投胎一间厝，就拢免趁钱。啊，嫁一个好嫁翁，啊，娶一个有钱某，安尼啦，生一个够趁钱囝。啊！啊，你就有足有福报嘛，所以做甚物代志，你自然福报，所以有迄个福报的因嘛。所以讲，伊钱嘛呢，破病嘛呢，咱定定补是药啊，好唔好啊？哎，讲倒三讲，啊，这就简单的药香药粉啊，即卖用的这高雄做诶，听做了真香，哎、啊，搁掺家己做诶安尼啊，你家己食甚物药，你就补成甚物药就好啊。其实我试过每一种中药啊，啊，掺落拢足香，咱。咱这做这中药呢，用起来拢胖胖啊，啊，味道很好。好，就刚才讲一个真爱放心的人，当然放心有放心的福报。但是你那放心讲，那你食饱，食饱，那福报敢那碗破起来，安尼捞出去啊。
啊，即马得着啊，那念咪阁听起来，因为你阁食肉嘛，啊，所以你有咧放心，还是做善事啊？第二面慢慢咱就卖食肉哦，安尼咧，迄福报就调诶，就是意思啦。所以啊，咱虽然要乞丐，但是咱要乞丐，咱就爱忏悔啊。那忏悔，啥那忏悔？忏悔就是讲啊，我过去就是杀生，所以即马安尼破病得干净啊。我即马来忏悔，我绝对袂阁杀生啊。所以忏悔一定要决定讲。断一切恶作基本啦！啊，咱今日着安静，就是因为脾气歹，还佫爱食肉，啊，所以你着改脾气，还佫卖食肉，然后迄个病就渐渐着减轻无去。啊，你若佫哪食肉啊嘛，病嘛无好啊。所以忏悔着包括断一切恶，咱绝对袂去犯啦。啊，咱今日要断五戒、食身业戒、八关斋戒，所以咱的忏悔阵着爱将咱过去的。杀生、偷盗、邪淫，这个业该忏悔，卖个还啦，好唔好？啊，然后呢，第四条就是妄语啊。那妄语在实行业内底，佮包括卖骂人、卖骗人、卖讲人是非、卖讲迄种对众生无利益的话啦。啊，机遇咱来断这个恶，然后叫法度修实行业啊。说到内心内底呢。咱对今日开始就卖吝啬健贪啊，再来呢，还卖爱生气，啊，定啊起了自卑心，定啊想讲我要哪去帮助别人，叫做不爱健贪，定啊想讲我要安怎自卑众生，不爱生气啊，然后呢，我要安怎尽信因果啊，了解空性，卖个下低下贱，所以当然为了要保持咱的信念好，那么卖饮酒，对不对啊？卖饮酒。啊，像各位拢是老佛教徒啊，卖个食吧啦，啊，因为刚坐喺去一间餐厅食，啊，未歹食，结果菜单一半拢掺两碗，啊，你就规矩讲卖两点就好，啊，你就讲啊，都无卖两都无生意啊，不怪你拢面拢白白啊，你啊，啊，因为即马客客了解啊，诶，鸡啊是有高配无高配，迄是迄个为着要。生很多鸡卵，很多小公鸡拢去用太太死，对不对？小鸡、小母鸡的嘴都去用切断啊，那样，那你给虐待，啊，叫我知道很多鸡卵出来，所以这个鸡卵跟有高配无高配无关的，就残忍，对不对？就残忍啊！为了要吃这个鸡卵，小公鸡用夹着肉酱，生出来无几秒就死啊呢！哇！所以，即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一贯都无关系啊，这个什么无关系，这就是残忍的关系啊。这不是讲啊，我是道亲，所以我会使食鸡卵鸭卵，这不是这个意思。真理是任何宗教拢爱了解啊。所以呢，咱做道亲的人，会使食鸡卵无？买，啊，你们家叫做道啊，有真理啊。这个佛教、道教拢无关系，这就是因为这有个。直接或间接去伤害了众生，咱都买啊！所以各位，你去假说是爱定来去食，爱个供的，爱个供的。所以我刚为着要个供，我上一足侪观世音菩萨的安尼啦。我个上一香啊，啊唔知道、欸、这师傅袂歹，跟他步骤要看去。哦，回过来食了个影响，买了买个两面安尼。啊，我看你偷家菜弄个掺两落去安尼，勾引人家吃啊。啊，所以各位，对，当然你得爱改家，搁好钱，搁上一礼物，搁改娱乐，你们搁改关怀，心里好无？安尼啊，啊，改祝福，啊，然后改讲的种未歹，也听你讲，啊，你未使一蹦就就讲讲，安尼怀茶加入早，拜你去遐都食袂落。现在改布施爱语啊，有一段时间啦。好，那各位咱即马虔诚来忏悔，咱过去犯恶改犯习恶业。啊，犯贪欲，乃至自私无慈悲心的业，咱拢该消毒，咱内心要改变啊。忏悔要有这个决心发誓，改往修来，那么更无再做诸恶。咱今天所有的痛苦是咱过去做得来，你跟他想要消毒迄个痛苦，结果你迄个作恶的心态佫低的，你永远迄业消袂掉，消袂掉。有的人说、啊、我拜禅拜阿姑，我经典念了多遍，哎呀，你的心态还在的啊！你当初那种做恶业的心态还在的，这是根源啊！所以无数贪嗔痴都是这个根源，你要为这个根源消毒，这样业不知道怎么消毒。好，现在分一张是善业的
以过，咱就话修实成业，好唔好？那么实成业同真要紧，修行未使离开心口意啊。那所以佛教咱爱持五戒，修实成业，啊，咱叫人天福报。乃至弥勒菩萨讲，你只要修实成业，将来必定往生道算轮椅啊。简单来讲，你修五戒，有法度和你去四天王天，个会晓布施，有法度和你脱离天，个会晓点灯，法度去第三天。但是你若果进一步修实成业，就有法度往生道算轮椅啊。所以不但有拄我讲的人天福报，个有法度往生道算轮椅。乃至呢，品为高尚啊，高尚的极乐世界、十方世界拢有法多啊。所以咱即嘛修实成业界，那么实成业是菩萨界的基本啊。你今日要做一个帮助众生的人，那你的心口意袂使去犯威仪，去伤害了众生，那你才进一步有法多修菩萨界啊。所以咱以菩提心来修实成业，希望真未来者。咱拢变一个心口意，对众生好，未去伤害众生诶，咱都爱安尼去做。我感觉高雄人过了真快乐。我早起出来看到一个老母带一个囝，啊，一个查某囝，啊，三个都咧卖煎饺吼，啊，足细大哦，两个包老母煎吼，生意足好安尼啊，安尼快乐无？啊，应该咱做三点钟，啊，就等于困中昼，困到暗去啊。安尼就足好过啊！卖贪心，有够用就好啊！啊，我看因咧囝甲查某囝拢无结婚，安尼更加快乐啊！啊，就甲老母安尼快乐啊！所以人都爱安尼低脚安尼就好啊！所以明仔载咱嘛来卖煎饺，安就好啊！安尼过就好啊！无你母下大金要从啊，我贷款啦啊，佮要惊死安尼啊！所以咧讲拍拼修应该要紧，对不对？啊，剩咧一礼拜上班三工就好，剩咧拢来修行啊，有够用就好。较袂人即个贪心，互咱足艰苦，足艰苦啊！所以你甲恁讲好啦，好啦，赚两万就好啦，对我来修不管在啦啊！你赚啊这边同啊起步，安尼啊，先讲，啊结果给超凡的呀。所以你若想会通啊，有就好啊啊！像我出家阵每个月领偌济，知无？三千无啊，就开始八百，后壁啊去修改等啊三千，嘛感觉未歹用啊呢，啊重新计划，我这个月有八百通好用，后壁重新安尼，啊，所以迄阵在感觉讲哦，人生很踏实，啊无呢，哎过去足浪费，足浪费，啊，放一日跑了几啊千，啊，所以哇开机票安尼，啊拢唔惊死啊呢。所以啊，即马合佛啦，阮师父讲袂使差半格来啊，穿旧的衫，生活拢计划较足好，计划较足好。那计划较足好，另外个春节，我们拍拼要来报喜，对不对啊？因为既然要修行啦，袂使消极，拍拼来报喜来做善事。所以啊，家己简单啊过，安尼就好啊。所以慢慢就改变。所以各位爱点点，第二就是讲给施资财啊，资就是讲生活的工具啊、衫啦、物件啦，财就是金钱啦，咱来点点啊，你布施不讨得。第三，上好诸佛还心，就讲各位今日安尼啦，修八关斋不饮用，所以那不邪淫，搁修还心。第四呢，外骗啦，乃至呢对今日开始讲老实话，好唔好？用一个人爱骗人是足无好报，就是骗人啊！啊，所以讲老实话，大家拢相信你，你别讲害啊！第五，和和彼此不两舌，咱卖去讲彼此的是非啦！啊，伊两个误会，就算这人真正对不起，啊，你嘛卖去讲伊歹话。第一对不起的人，咱肯定要做好。第二，另外一个讲，啊，咱爱给伊机会，安尼啦！啊，和和彼此不两舌，哎，各位今嘛双计。看他不好，对不对？啊，恶子呢？啊，拢讲别人歹，所以常常问阿叔要选多少，你选好做就好办呢。选举刚团八关斋，那免去投票。除非是
伊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你会使个选。伊那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你虽然选这个，伊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你的强点，是你支持伊的。所以各位这点来了解，不是讲按两个凊彩竞一个安尼啊。因为伊嘛咧做业，伊嘛咧做业，安尼袂使。因为你那去支持，你有这个强点的。但是咱袂使有这个强点吧？咱一直甲伊回应，咱两边拢关心。虽然咱无一定百分之百个投票，但是咱一直甲回应安尼啦。希望伊做好啊。所以再来善言安慰，不恶口啊。把人做了歹，唔通用。咱的习惯先骂一下讲，先骂一下讲，骂个大细声，连乜拢无声。你袂使做歹，你都要先改安慰，好有机会改变。啊，各位养成习惯，好唔好啊？问一个捌骂翁的举手，你看拢无举手，手断去吗？哦，你看那，真的吗？啊，卖啊啦，卖啊！恁翁个无甲你离婚，佫算正个在，忍你足久啊！啊，所以各位，你要养成习惯，那么对方无好，咱嘛是爱轻声细语啊，你讲啦，讲道理啦，那因为咱家己气概啊。啊，不 OK 啊！做利益与不起与，卖讲迄种虚伪的巴结了，为着家己利益啦，安怎讲讲讲安尼啊？啊，敢那新罗啊，为着要巴结头家，嘛讲好好好，只要你加薪水，结果我给每个操头啊！所以哪里的虚伪啊，前后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话一定要对对方有帮助，而不要虚伪。再来，心有三条，常怀舍心。那等下想讲，要安怎去帮助众生？我今日落底下钱，就是要提给别人，要帮助别人，我就要有这个钱啦。我今日学什么能力啦，有什么好料，拢想要提起给别人的安尼啦。还有这种的欢喜心啊，你身骨拢提感冒药啊，就等，都是一感冒，今日吃我的，我痛好的安尼啦。啊，不是讲，哎呦，刚才我无感冒吼，我身骨够药啊，我真唔好哩。啊，无我那感冒要安怎？你就安尼想，你就保证感冒，你吃两遍嘛不好啊。所以咱扛什么物件，拢是为着要帮助对方诶，不悭贪啊，就吝啬贪心，恒生慈悯。逐工就是讲，我要安怎原谅对方，对对方好。老母就是安尼主因心，对不对？老母拢未去放弃家己诶子孙呐，所以不嗔恚，咱绝对莫个用生气来处理代志，好唔好？啊！我即马同欢乐下，这人做唔对吼，我甲讲，我惊是那叫骂是咩事啊？啊！明明都伊都唔对，你阁未使甲讲，啊讲落去吼，伊连咪就起批评，阁甲你害，啊，唔知足歹处理个啊，拢未参详个就对啊。啊，因为有些轻慧心的不弯修啊，足麻烦呢。啊，所以安尼伊就无法度修行。再来，正信因果不邪见，拄了虾米代志拢卖怪别人，这是咱的因果，咱的忏悔啦。啊，咱今日也得到好诶，嘛是咱做诶善业，咱来把握福报，做较济回向互众生啊。所以无别人对不起咱，拢是咱家己对不起家己。做虾米代志，爱尽心尽力啊。所以各位，咱这十条拢爱持，好唔好？啊，不但即世人，而且呢，希望尽力来世拢持这十条诶戒律。不但呢，咱也希望咱诶子孙朋友啊，你拢会甲影响，一直甲影响啊。这十条各位同学背起来。救活生命不杀心，给施之财不偷盗，常修犯行不邪淫，说诚实语不妄语，对给那点来背，好唔好啊？背起来，然后变成你的生命，哦，你的行为。好，那明仔载有一个重要的法会，明仔载有六个女众菩萨要剃头出家，哦，所以咱就办呢台南麻豆。因为这个麻豆园区也是属于我们永久道场啊，所以呢，他的对啊办，你别来不，随喜功德啊，所以还将来嘛，净下出家一面，出家要紧哦，因为这个社会主要各地人出家，当然出家不是代表我到道众生啊，出家要就要训练嘛，对不对？要修行嘛，啊。出家以后，若无训练、无修行嘛，无法度改变，也无法度影响别人。出家人是其他人的模范啊，所以希望各位拢来发这个愿，讲我将来愿意做别人的模范嘛啊，做别人的老师，做别人的皈依者。那我来这个世间呢，有法度
友好父母，进一步友好众生，所以要来乞丐啊！跟各位讲，你安尼乞丐，你安尼乞丐，你家己未对着什么多，得着世间的福报，长寿健康，一切万万来世升天，往生叫做世界最后幸福。所以乞丐要紧无？真要紧啊！乃至有法度一世人都安尼乞丐，不得了啦啊！所以各位买发一个愿。将来然后姻缘或者来世一定要出家，好不好？好，跟衫买好，买好放的也好，送给别人也好，你送给别人也是成就别人出家嘛，成就自己出家嘛，对不对？这个意思啦。所以明天然后姻缘来参加，好不好？继续请假没关系，但是这是好事情，哇呢随喜别人，有法度随喜参加出家法会，就种下咱出家的因嘛，同享功德啦。虽然各位姻缘还未到啦，你今日暗时会使考虑考虑，规暝拢卖困啦。看决心要出家无？要决心要出家，无要紧啦，也会短期出家。当然，如将出家嘛，无法度我马上出家，要观察嘛，视察模拟嘛，定定所以。明仔发挥嘛，真舒心啊！因本来是甲我讲舒服啊，九月十九，我拄啊咧外国啊，无国历九月十九嘛，无紧，意思就好啦啊！明仔个是鼓励催炸啊，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呢所以嘛是好日子。所以咱今日的功德嘛，拢来回向。明仔要出家，一世人拢圆满，好唔好不但袂退转，佮真正发菩提心。出家人要出家，第一就要有一个出离心嘛。你若无出离心哦，你出家足艰苦诶。我想讲，迄查甫做引导安尼啦，哦，迄查甫生了未歹，你嘛足艰苦，足扛暗扛在心内，足艰苦。第二呢，未使爱钱，你出家你想，哎，都无钱真艰苦啊。来个念经我红包无，你嘛足歹命所以出家人第一就要感情放下哈，尤其女将嘛要出家较困难。离开因翁讲无要紧，离开因囝讲离别开啦。连查某囝要结婚，你也要共管，剃光头嘛要去参加。那安尼你都无出家啦，心是讲出家就袂歹有功德啦，你放袂下无出离心，你无出离嘛无真正出家。出离心是基本呢，出家最主要是爱有迄个心要利益众生。那既然要利益众生，咱要有资格啊，要有修行啊。要有内容啊，不但心口意修成业，受人欢迎啊，持清净戒，啊，佮广合一切，佮包含着慈悲心。你若无广合一切，检查就佮查落去安尼啊，话凊彩讲哦，安尼嘛袂使。你爱有符合佛的道理，毋是你的想法。有人是用家己的想法咧讲，讲安尼袂使，只有佛法的根据伫个按照做一本经典，佛安怎讲，所以要安怎做这个代志所以当然嘛，就爱有爱深入经藏。所以我觉得咱家出家人不简单，哇，十八般武艺，会唱会跳会坐安尼，会讲会写，拢爱晓。我怎样出家要哇，安尼麻烦呐但是安尼真有意义啊，礼拜嘛风险呢，穿衫不好看嘛风险呢，讲话歹听嘛风险呢，心肝歹个众人嫌。所以要出家，你就爱就有意思诶！我都好，家己诶心口一直往同完满诶境界去训练所以安尼有意思啊无啊？有要出家无？还是我足爱足爱，那是无多可能，因为无够你安尼想连我家无爱咧安尼你都无好办啦。所以各位，哎呦，从就哎呦，这个欢喜各位要做皇帝无？你讲咩？我当然即马讲拢咩啊？意思是讲出家是皇帝呢，是咱心的皇帝，对不对？一切法的皇帝叫做法王呢，安尼叫法都主宰，主宰够法都帮助众生啊。当然，你要做者出家爱皇帝命叫法度，你过去修真跩福报，无你都无影响力讲话拢无人要听安尼啦。所以你该有世间的威德力甲福报，甚至不过有出世间的法的这种的。影响力这两种的世间出世间都要圆满，所以无论安怎拢爱打拼，所以咱安尼来回向出家拢圆满，好唔好希望各位拢会再出家，好似人家拄着我，你拢变剃头的，莫用查某来找我。
啊，没用查甫来找我，咱拢出家，拢出家安尼啦。啊，那因为这個世间呢，干那靠咱家的人啊，无要靠啥啦。基本上这社会好好的人愈来愈少，卖讲佛教，其他的宗教拢咁要倒去安尼啦，无人，拢无人。尤其我去澳洲、美国，那教堂拢无人啊，啊，拢无人啊，无人要去，啊，无人要去，只好卖出去。你英国三分之一的教堂拢没有其他的宗教啊，拢卖掉啊。啊，其他改做饭店、餐厅，无人啊，啊，难得有一个牧师啊，改做查某的，啊，因查某无人要去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起码大家拢信，起码宗教拢信仰，为什么？手机、电脑，少年都无人要来，要来耶稣基督的礼拜啊，拢去啊，拢去啊，啊，所以现在的末法是啊，所以咱更加乖乖积极，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安。COVID-19 变种病毒传染性冠已经成做世界主流病毒，咱嘛要持续加强入境管制。请按外国入境的旅客做伙配合，提醒所有来自国外入境的旅客，一定要配合相关采检措施，嘛要配合进行14天检疫。旅客在入境前14天内曾经去过风险源的国家，也是曾经在这个国家转机，拢要配合进入集中检疫场所进行14天检疫，嘛要配合专案采检。感谢辛苦的第一线防疫人员。嘛，请大家做伙来配合防疫措施，守护咱的健康。出车祸的小猴，在山林里最为灵活的动物莫过于猴子了，它们就像是森林里的精灵一样，穿梭于树丛之间，寻找着野果充饥。快跟我来，我发现了一片桃林，那里的桃子又甜又脆，好吃得很。是吗？快带我去吧。两只猴子顺着树枝朝桃林那里跑去。桃林里众多猴子摘着桃子，蹲在树上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只豁耳的小猴子也在啃着桃子，它一边啃着一边四下看着。突然它看到了不远处的一片草地上，两只野兔正在那里吃着小树干上长着的野果。妈妈，我们也去吃那些小果子吧。不行啊，孩子，只要树上有食物，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地面上找。为什么？因为在树上，一旦遇到危险，我们可以利用树丛很快地逃走，而在地面上，没有了茂密枝叶的掩护，我们的危险程度可就增加了好多倍。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远离树丛。嗯，妈妈，我记住了。哈哈，好多果实哦！哎呀，妈妈，你看，有只小猴子朝那里跑过去了。天啊，它这样做实在是太危险了。就在小猴跑进草地的时候，突然一张网从天而降，将那只小猴一下子罩在了里面。小猴在里面拼命地挣扎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哈哈，抓到了，抓到了。不错，这只小猴子卖给马戏团能赚不少钱呢。是啊，我们今天会赚一笔的。
妈妈，这真是太可怕了。孩子，你看到了吗？千万不要去地面，人类会抓住我们的。嗯，我终于知道危险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猴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少。最终，为了保障山林猴子的栖息环境，人类将这片山林围了起来，建成了一个保护区。伙伴们，前面不远处有一片灌木丛，那里啊长了好多野果，我们去摘野果吃吧。那些果子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啊。是啊，我们赶快去摘来吃吧。走，我这就带你们去。太好了，太好了。不行，那里太危险了。猴爷爷，那里有什么危险啊？是啊，那里会有什么危险呢？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只要树上有食物，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地面上找食物。猴爷爷，你这都是老观念了。过去啊，我老妈也曾这样对我说过，灌木丛里的浆果我吃过，长在地面上的瓜果我也摘过，根本就没有危险嘛。没错，我见过好多猴子都跑到地面上摘过果子，他们都没遇到危险呢。孩子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在树上一旦遇到危险，我们可以利用树丛很快地逃走，而在地面上，没有了茂密枝叶的掩护，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可就很难跑掉的。猴爷爷，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啊不同了，地面上已经没有危险了。怎么没有？人类就在地面上活动，我小时候就亲眼看到一只小猴子跑到地面上被人类给抓走了。猴爷爷，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人类不会抓我们了，而且他们还会保护我们呢。没错，我就见过人类在给我们食物吃呢。对对，我也见过。哎呀，你们可千万不能靠近人类呀，如果他们是猎人的话，那可就糟了。哎，猴爷爷，你的想法太古板了，现在已经没有猎人了，那些人类也都不会伤害我们的。说着，他从树上飞快地跳落到地面上，然后直奔那灌木丛而去。树上的小猴子看着摘着果子吃的壮猴，忍不住流起了口水。那果子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我们也过去吃吧。嗯，那里根本就没有危险嘛，我们快去。孩子们，不要冒险呀。这些猴子哪愿意听话呢？他们直奔那灌木丛而去，争先恐后地摘起了果子吃。味道真是不错，多亏没有听猴爷爷的话，要不哪里能吃得到这么美味的果子啊。可不是嘛，猴爷爷的观念也太老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哪里有危险啊。没错，猴爷爷他害怕人类，其实人类并不可怕。你们想啊，我们看过多少人类，他们从来也没伤害过我们啊。对对，猴爷爷的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哎，这样肆无忌惮，早晚会出意外的。山林里猴子们的生活，随着人类的介入在慢慢改变着。曾经躲避过猎人的老猴子，依旧过着小心谨慎的生活，而那些没经历过猎人捕杀的猴子们，则生活得肆无忌惮。几年后，这片保护区又变成为了国家公园，一条盘山路修到了山上，很多游客会乘坐观光车来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各种野生动物。导游，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当然啦，前几年这里还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平时少有人来，如果不是建成了国家公园，修了公路，我们哪里能进到这里啊？听说这片山林有很多野生动物呢。没错，不过现在山林里最多的就是猴子了。一会儿我们就进入猴子栖息的区域了，大家一定要关好车窗。关好车窗？
难道那些猴子还会攻击我们？野生猴子不都很害怕人吗？他们不是看到有人类活动便会躲进山林吗？这里的猴子已经完全适应人类了，他们根本不怕人的。可是我之前来这里的时候，看到那些猴子都不敢靠近关公巴士，他们只远远地躲在树上看着。没错，那时候这条路刚修好，山里的猴子没见过汽车，他们看到方方正正四个轮子的铁家伙自然心生恐惧。不过现在他们一看到汽车开过来，却都会争先恐后地冲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观光巴士里的游客见到猴子们后，会拿出各种食物丢给他们。一开始那些猴子根本不敢靠近，只远远地看着。后来一些胆子大点的猴子开始靠近车辆去捡那些食物。当猴群看到自己的同伴即便靠近汽车也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便也开始凑过来捡食物吃。到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汽车，一看到汽车开来便会一涌而上，在他们眼里汽车就代表着食物。哦，原来如此。这么说他们已经对汽车见怪不怪了。你教我们关好车窗，是不是担心这些猴子会通过车窗抢我们手里的食物呢？没错，现在这些猴子猖狂得很，所以你们可都得小心一点啊。山林里一群猴子正在树上休息着，突然其中一只猴子觉察到了什么，他朝盘山公路看去，只见一辆观光巴士远远地行驶过来。食物来了，食物来了。上次我抢到一个橘子，味道棒极了，希望今天还能抢到一个。妈妈妈妈，我们也赶快去找点吃的吧。好啊，我的宝贝，你抱紧妈妈，我们出发了。他们飞快地朝公路跑去，山林里的猴子胆子越来越大，他们为了最先抢到食物，观光车还在行驶的时候，他们便开始纷纷往车边上凑。观光巴士在路上行驶着，胆大的猴子一下子跳到了车顶。哎呀，又让他抢先了，我要加快脚步，这次绝不能输给他的。妈妈，我们又落后了，快呀。孩子不要着急，你放心，妈妈一定会给你拿到食物的。天啊，这些猴子的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竟然直接就跳到了行驶的车上。是啊，他们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给这些猴子投食的。没错，我也不赞成游客给猴子们投食，但大多数游客见到这些可爱的猴子总是出于喜爱之心要送给他们一些食物。其实游客们这样做很可能会伤害到他们。啊！哎，出什么事了？我刚才撞到了一只扑过来的猴子。天哪，你撞到的不会就是那只小猴子吧？是的，它突然从旁边跑出来到我的车子前面，我急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可怜的小猴子，它应该已经死掉了吧？这时候母猴悲叫着朝小猴冲了过去，然后将其紧紧地抱住。车内众人看着这一幕都面露悲伤，默不作声。可怜的小猴子死于车祸，而他的妈妈不忍将其抛弃，一直带着自己孩子的尸体移动觅食，一起生活。妈妈，我给猴子带的食物呢？赶快帮我拿出来，我要喂猴子。好啊，我这就给你找。对不起，为了那些猴子的安全，请不要再给猴子投食了。哦，为什么？你们看那只猴妈妈，他的孩子前几天遭遇车祸而丢了性命，而他不忍放手，依旧每天带着孩子的尸体生活着。哎呀，真是太可怜了。是啊，我们出于爱心想给猴子们一些食物，但却因为我们的投食改变了他们的习性，让他们喜欢逗留在路上，见到车子便会扑过来，从而引发事故甚至丧。